不曾遇见，生活多平淡，有了你的世界真情才体现，一种感觉越过那万水和千山，用心守护着属于爱的时间，从此多了温暖，多了份浪漫。伤心和慌哪里离去，一样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今天是2021的最后一天，凡是过往皆为序章，愿2022年的所有美好如期而至，新年快乐。大家辛苦了，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，让我们一起向未来，祝福国泰民安。抖音，使领馆、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生仍在勇毅坚守，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奉献。